巴鲁山，大家口中的神山，为婆罗洲的最高峰，也是喜马拉雅山与新几内亚之间的最高峰，山高海拔4095.2米。顺着斜坡往下是山地丛林，重重岔路和朦胧的薄雾，为其披上神秘的面纱。山脚下是茂密的低地热带雨林，这种热带雨林在沙巴州处处可见。在这里拥有迷人的猪笼草，世界上最大的花来佛士花，以及数以万计的胡姬花。沙巴州大多数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可在东海岸及金那巴丹暗河下游找着。这是山打根西比洛人员保护中心，在这里专家们展开一系列的措施抚育小人员，一旦小人员充分学习野外生存技能后，就会回到森林。保护中心周遭的森林保留地是人员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庇护所。在金那巴丹暗河下游的冲积平原，野生物种丰富，享誉全球，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赏侏儒象，而事实上侏儒象却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大象。在这里还可发现长相奇异的长鼻猴，长鼻猴是世界上濒临绝种的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一身叫人绝对不会认错的橘色毛发。文明的长扁巨鼻只长在雄性长鼻猴脸上，而雌性长鼻猴只有一个小小的尖鼻子。坐落于沙巴东海岸的丛林度假村，可让各年龄层的旅客观赏野生动物最原始的生活。毗邻城市的洛高仪野生动物园就坐落在沙巴州首府亚庇郊外。亚庇市内的红树林保护区是候鸟迁移的乐园。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沙巴，只不过是为了潜水。潜水热爱者纷纷涌进西巴丹岛、麻布岛、卡巴莱岛、兰卡央岛、马达京岛、美人鱼岛和拉央拉央岛，这儿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好地方。游客也可在亚庇海岸尽情享受沙滩漫步，阳光、大海、沙子、微风，一个由大自然孕育的游乐园，是许多海洋运动的好场所。如果您渴望一个舒适及豪华的旅游，那么亚庇将会是一个能实现您梦想的天堂。它具备现代城市的一切，甚至更多。国际度假村、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天然的景点配合现代的服务，让您在短短的旅途间深深地爱上这
布满色彩的地方，亚庇。在亚庇，可改变您对以往购物的看法，并且体会另一段奇妙的旅程。林林总总的购物广场能满足顾客的欲望。在沙巴，搭木的意思就是露天市场。周日露天市场丰富多彩，每周一次。沙巴州里的马来西亚人有着不同的种族、文化及宗教背景，因此沙巴州一年到头总有许多欢庆节日。沙巴，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土地赋予保佑，保护丰富的大自然和文化遗产，一个让旅客宾至如归的好地方。